案的，他不像你们当记者的，整天躲在空调房里舞文弄墨，写那些个有的没的。我们呢？我们在玩命，天天在玩命。那啊，你好，您是咱们刑警支队侯明杰队长吧？是吧？咱们林峰林局长让您把咱们民警近期违纪情况这个卷宗啊，拿给我看看。干什么用？写内参用啊。上周《徐州晚报》写我们民警八篇违纪的报道，是您的大作吧？您不用客气，不才呀，是我写的。我这是客气吗？我就是想问问呀，这种文章是谁写的？这位同志，您今年多大了呀？啊，33。33，结婚了吧？结了。有孩子吗？有了。哎呀，好啊。侯队长，您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好福气啊。我下边一大队有个叫刘铁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写过他吗？不，去年盯一个贩毒集团，被歹徒一枪爆头。他也才33岁，儿子刚上幼儿园。三大队的小谭，被歹徒生生给我打成了植物人。他才22岁，还没结婚，哥没孩子。这是我们干公安的，他不像你们当记者的，整天躲在空调房里舞文弄墨，写那些个有的没的。放放这个，骂骂那个，多轻松啊，多容易啊！我们呢？我们在玩命，天天在玩命。为公安干警的付出，让我肃然起敬。臭小子呀，有发表。那满楼道啊，就听见你在这儿嗷嗷乱叫。哪来的这么大的臭脾气啊？啊，你现在这脾气得给我改改啊！啊，那那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就是主办这件案子的猴王侯明杰啊，也是咱们市局目前刑侦支队的支队长。猴王，侯支队长，咱们俩是一家啊。我叫齐恒啊。齐天大圣，喊的哪儿啊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中院的齐副院长啊，他今天找你来啊，主要是想对这个渔船杀人案的具体细节做一个了解。法院的，找我啊？废什么话呀？我好好照顾啊。哎，完了事以后啊，去那喝杯茶再啊。好，行，我就不陪你们了啊。好吧，招呼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啊，坐吧。谢谢啊。